挣钱的救生员，就是正宗的观世音菩萨，观音佛祖，观音佛祖，东山地仙是，佛祖还是，观之琳，佛山地仙是，灰上披面是，观音佛祖还是，观之琳，佛山地仙是，观之琳，佛山地仙是，观之琳，佛山地仙是。农历过年前都有恭送观音佛祖为老三庇荫寺。农历正月初九，正月初九拜天公之前，迎接观音佛祖回来东山庇仙寺。